好的，欢迎回来月世界哦。那我们今天呢，回到我们神魔三国志哦。那今天还蛮开心的，有人跟我说，哎，我的声音听起来蛮好听的，感谢他的那个赞美。那希望也多多支持我的影片。那我们今天呢，回到我们神魔三国志哦，来聊到我们潼关，哎，这个、不是。潼关之战，哎、欸，不是，对对对，潼关之战。那之前呢，只拍到七星的部分。那有玩家跟月世界建议之后呢，我们特别感谢那个碎风小帅哥，碎风帅哥好，碎风帅哥，重复说三次，碎风帅哥他的建议。然后他觉得，长镜人是一只非常好用的那个角色。那因为之前月世界有测试啊，但是那时候其实还少了蛮多只，就是。后来没有练出来的九星啊，那后来的九星练出来之后去搭配起来还不错。那测试的结果能让帮月世界通到十星这里，那就再分享一下八星至九星的通关的那个队伍。那如果说有玩家还没通关八星至九星的那个玩家呢，目前这样子的队伍是可以让你通关的。那我们就。正式的进入影片的那个想跟大家分享的资讯哦，那一样回到 Word 档部分啊、哦，八星部分呢，我们其实请大家按照月世界分享的顺序哦去打，然后你不要跳顺序去打，那我就无法保证你一定能通关。那还有个技巧是你用了这几只角色里面呢、啊，你可以穿，假设你开始通不了关的时候呢。你必须要把角色互换，你去看一下打的过程中，哪一只角色输出比较亮眼，一定赢。那第二支队伍一直赢不了的话，你可以稍微的把火力给往下抽，或者是说把辅助角色往下移，来去变换一下那个阵型，稍微变换一下，或者是说阵容上下的兑换都有机会帮你做通关。那你大概测试的，如果有耐心的人可以测试个十次啊。都有机会通关。那如果说没耐心的话，你就试个5到6次。那你试不过之后呢，你就开始去做调整，这样子。因为有时候你反复去测试的话呢，就有一定的机会，因为你对对方造成暴击，然后提早收掉对方而获胜。那如果没有的话，你就必须要再换阵容，这样子。那目前呢，八星刚对上，我先建议大家先对上魏国部分。那第一支队伍呢，双珠搭配小乔，然后长镜人是我们使用的那个系统辅助的角色来去做选取。那搭配一只甘霖，之前月世界在影片里面介绍大家，过那个九州征程的时候，请你也多练一只甘霖哦，搭配十二星的小乔。也可以让你多通关几关这样子，所以说，请你务必一定要多练一支这个十二星的甘霖，吴国部分，因为吴国的肥料其实蛮多，那甘霖虽然说有时候比较不好拿，那你就看你的情形，如果说能拿到甘霖的话，就把甘霖练起来这样子。那第二支队伍呢，则是那个双关，然后搭配这个所谓的蜀月鹰，然后加上这个所谓的这个神旁配张辽，是蛮好蛮强势。那目前这样子通关呢，是十回合通关了。跟大家报告，使用月世界的队伍呢，不求暴力通关，而是求各位能够顺利通关。那如果说你真的想要暴力通关，有很多条件的限制，比如说你可能要有主力角色，那比方说是神魔混搭的角色是特别的，都有练起来，至少练到13星，那你就可以一直顺利的通关。那如果没有的话呢，像月世界一样，可能平均练5国的话呢，你就可能必须要采取月世界的方式，你通关的机会才会比较高。那我无法保证说你，我只能保证你说固定回合数之内你能通关。那你要就是奢求更多的话呢，你就必须要把，除非你口袋更深。那月世界是 V0 玩家，我们只能提供各位平民能过的那个方式哦。那如果说，请你在打过程中特别注意一下，过程中只要你有死亡，请你重置哦。为什么？今天你如果死亡的话呢？当然你下一关你还是可以把所有队伍拿去打，但是你就少了一个争议的条件，这个会对你
后面通关比较不利。那与其这样的话，请你再重新来这样子。那第二支队伍，请你就对上这个吴国。那队伍我们不变哦，一样不变。那通关的那个回合数大概是20回合左右，那一样也是全部通关。那另外，欸，我的音乐不见。我音乐说好的音乐呢？好，有了有了。然后来到再接下来，请你打蜀国部分，请你一定要按照月世界打，因为月世界的有试过跳过去的话，但或许你有机会赢了，啊。那如果不按照月世界的顺序打的话，你就不要看我的影片，然后跳着打又怪我，不要跳着打又怪我这样子。那我们用一样的那个队伍，一样也是大概落在17回合左右通关。那切记一定要武将全部都存活，拿到最好的增一点数。那增一点数全你全部都拿去换这个所谓的看一下，攻击百分比这个样，这个增益部分，请你都选择这个攻击百分比，然后选择最多就好了。比方说，这个攻击百分比这样子，最右手边这个好。然后呢，接下来请你打这个魔的部分。那我们一样队伍不变了，不变。然后通关的话呢，大概20回合左右，一样也是十个增益点数。那我们最后打神的部分了，神的部分呢？一样同样的队伍去打，然后最后呢，你的那个争议最后一个有多的话呢，请你选择暴击部分，选十个，选加十的那一个点，然后其他都选攻击百分比。那因为测试一直过不了，然后我后来就有把队伍给互换了，把上下给对调。那对调测试两次就通关了，对调的时候测试两次通关。所以你可以看得到，魔关这支队伍就往上拉，魔关这支队伍摆在下面，所以有时候你做上下互换的话呢，你也可以有机会通关这样子，有机会通关。那目前这样八星下来的结果呢，使用了大概是94回合，然后零支武将死亡，然后135名这样子。那我们来到九星的部分，九星的部分，队伍略大致上都没有改变这样子。目前的话也是双珠搭，应该是有换吗？我看一下有没有换掉，有换双珠小乔、长技能跟甘霖，是不是？对，那没有换，只是把原本的那个队伍往上叠而已，就是那个上下顺序往下换。然后目前用的是11回合，然后第二个对象，请你选择这个吴国对象去打，然后队伍的话也是不变。那目前的话是15回合可以通关。然后来到这个接下来选这个蜀国，那蜀国这时候请你把，因为这时候一直打通关不了，那如果说你刚好遇到这样子的队伍的话呢，你就把这个张辽跟这所谓的蜀诸葛给互换了。因为这时候我发现好像是火力上有问题，或者是说一边的输出不够，那我们把张辽跟蜀诸互换之后呢，把蜀珠拉下去，拉到这里，然后张辽往上拉哦，那结果呢，我们就通关了。结果我们就通关，花了大概16回合，然后再来打神的部分。神的部分，那目前的话呢，也是有测试过，然后请你上下互换变成魔关羽的队伍往下往上拉，然后那个神诸葛的队往下拉，然后测试大概我测试了5次就通关了，然后用的回合数是23回合。在这还是推荐大家，如果说你是高 B 玩家，你想要挤排名更高的话呢，松哥的影片还是不错，你可以去搜寻松哥 YouTube 搜寻松哥，然后他有那个回合数极短，那他搭配的队伍的角色就不是月世界能配出来的角色，所以我们就没办法配给大家。那最后请你再打这个魔的部分，那一样也是最后选择暴击部分，那其他能选的话都选择攻击百分比。那我们测试下来的结果呢，又是过不去，那后来又把那个请你把队伍换成那个下方的队伍，变成鹤翼阵。那我大概测试了7次哦，才通关哦。为什么变成鹤翼阵？因为前方的这里的那个刚好遇到这个专门打前排的那个魔女哦，
然后其实魔张飞也蛮强，然后再加上这个诅咒的这个所谓的司马懿，然后又将功，两支队伍都有这个貂蝉，变成我们输出不是那么亮丽，那我们就变成要持球战去拖拖的话，我就希望前排的那个角色比较强一点，所以前面就放神诸葛，然后搭配这个所谓的张辽、关羽，双关加上甘霖的部分，然后神诸跟蜀诸各为两队的压头当坦，然后第二队则是蜀诸搭配这个蜀月英夫妻档，然后那个我们常进人加上这个所谓的神庞跟小乔，那小乔其实可以帮神庞的暴击往上做提升，输出伤害更高一点，然后也可以帮整队做那个暴击的往上提升哦，结合这个暴力的这个所谓的魔常进人哦，那最后呢七次的机会哦。测试的七次终于通关了，那所以以上是目前呢九星的部分了，然后大概91名用了85回合、哦、那以上是这支影片想跟大家做分享，有关于目前如果说各玩家八星或九星同关之战还是过不了的那个比较 DV 的玩家呢，可以参考这支影片，那如果说你觉得这支影片有价值的话呢，请帮我点个赞，然后帮我订阅起来，我们赶快想要冲1000是不太可能，我们冲400好不好，邦月世界冲400的那个订阅率，在神魔三国志还没倒之前呢，请帮我踊跃的订阅起来，那如果说你觉得说有任何意见或任何想法的话呢，也在下方留言让月世界知道，那我们就下一支影片见，最后影片还是再次感谢那个睡风帅哥提供的魔常进人、哦、那他这支影片呢最大功臣是他哦，那测试结果但是有我这边做测试啊，不过也因为有他的关系，所以我才能就是测试出来说大概能通到十星没问题，其实十星带长技能也可以，但是就是大概我通到神最后一关是神的时候还是过不去，测试了很久过不去，我觉得十星的话呢，因为十星本身目前来说的话呢九星的角色太多，十星的角色太少，那就变成说火力的输出跟那个硬度上我们就有落差了、哦、起码我觉得角色里面两支队伍只能多各一支九星就好了，这样就很硬了、哦、如果说你队伍里面你的，所以就变成说你的那个十星的角色一定要超过1、2、3、4、5、6、7、8，至少要8支十星，我觉得比较好通关了、啊。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通关了、啊，不然的话，你如果队伍里面有3支或4支都是九星的话呢，你要通关机会就变得比较弱一点，微弱一点。目前的话呢，这我已经把它重置了，所以说全部都没就要重来这样子。好，那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支影片，那接下来如果十星有通关的话呢，我也尽快的把影片拍出来给大家做分享，那我们就下一支影片见，拜拜。